不要来这招。我不喜欢有问题弄清楚就糊弄过去。可是你不理我哎。我没有不理你，我是去带队，而且你生气应该用讲的，而不是这样。我喜欢乱丢东西，是因为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很安心。可是你搬进来之后就念东念西的，真的很讨厌哎。后来我开始听得到鬼的声音，但只要碰到你，那些声音就会消失。可是我不敢讲啊，我讲了，你一定觉得我在作怪。后来习惯有你在我身旁，听你唠叨是幸福，和你一起打球很开心，看到床上有你会很安心，所以你送我钥匙的时候我真的真的很开心耶。但我又怕哪一天你不理我了怎么办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对我那么好，让我这么依赖你，如果我们分手了怎么办嘛？我再说最后一次，顾不下，没有人可以替我决定我该做什么，我只会对我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你不走，我都不会离开。哦，你是我的，烙印了就不能被抢走哦。属狗的，咬这么大力。你是我的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